主料：黄油100克，全蛋100克，低粉100克，辅料：糖粉70克，香草精，泡打粉 0.5 小勺，小苏打粉 0.125 小勺，无糖可可粉10克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，用餐人数1到2人。黄油是温软化，加糖粉打至松发变白，加入香草精，蛋液分次加入，搅打均匀，一定要确定搅打均匀后再加入下次的。筛入粉类，改用橡皮刮刀搅拌均匀，取做好的面糊约150克，筛入小苏打粉和可可粉，用刮刀轻轻拌匀，先把原味面糊装入入杯膜，接着装入可可面糊，用刮刀稍稍拌合成大理石纹路，入预热至180度的烤箱烤焙30到35分钟。烤焙过程中，当表面结皮后，拿出从中间划一道，再入烤箱继续烤焙至熟。烹饪技巧：这款蛋糕在棒蛋糕的基础上做了点小小的变化，香醇浓郁，是下午茶时的好搭档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